测呢，江温河现在的水位距最高水位的时候大概已经下降了 1.5 到2米左右。那么从昨晚呢，降雨已经停止了，这个为后期的抢险救灾呢起到了一个便利的条件。我们在镇中心也看到抢险工作人员呢正在用挖掘机等设备对道路开展清淤工作，以便镇里的主要交通干道尽早通车。那么目前镇里的电力系统呢也已经基本恢复了，可以做到与外界联系。